奥特曼皮肤将在下个赛季公布。今天呢，我看到一个视频呢，有位作者说这个奥特曼皮肤啊就要上架了，还给我们看了这个宣传片。那么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发现一个大秘密，金希很快就要下架了，下架之后就会上线赛罗金希。建议呢，双击关注此视频，担心永久丢失。现在呢，已经有了头盔的模型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宣传片。在此之前，我确实听说这个奥特曼要跟咱这个游戏联动，但是呢，咱们这个时间它具体没有公布，而且它这个宣传片明明是另一个作者 Six 他做的一个这个游戏动画，还有隔壁那个香肠派对啊，不是跟那个奥特曼联动了吗？就发布了一个这个宣传片。有一些这个作者啊，我就发现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拿那个宣传片来说是咱这个游戏的宣传片，你是两个游戏分不清吗？还是希望各位以官方的消息为标准，不要相信一些那个作者说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啊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这里是板栗解说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